为着鼓励全民斗阵消灭违规的小广告，新北市环保局近前举办“致圣先师”活动记者会，号召为环保努力的民众斗阵动手抓掉违规的广告纸。为着卖予违规广告破坏美丽景观，环保局有三招来消灭违规小广告。第一招是事先预防，订定新北市环境保护局清洁队员清除违规广告物奖励计划。我们的加强取缔哈。刚刚里长也在谈，我们其实也透过里长拿到所谓的取缔我们的志工相关的这个证，这个志工证，可以看到民众在施小广告，可以来制止，包括甚至记录以后让我们来开罚。那在这个稽查里面，我们搭配我们的巡回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的监测录影机，或者是我们同仁直接的站岗，那行为人被我们抓到，我们会严格取缔。那也要谢谢我们的电信公司跟地震的相关规定，我们透过我们的地震法规跟相关的电信法规，尤其电信法，只要像各位看到这些小广告上面的电话，不管它用多久，反正一定要双证件才可以办到，我们就是听话。三中区六合里陈明峰里长也欢喜分享，一直以来都自己开支买奖励品，以100张的小广告换一块三文的活动，号召里民到底来动手抓广告。还会鼓励里民签名来施广告，所以我的就广播啊，里面如果是100张的广告纸，可以到你办公处来换很好洗的香皂一块，结果不止我这里的里面来换，别的里面的里面也来说可不可以换，我说可以啊，我说就这样的话，广告纸今天贴，明天就没有了，马上贴又马上没有了，很快就贴被撕走了，也拜托这些广告业者最好到公所的公布栏来贴，不要造成里面的脏乱。现在开始到106年1月31日，只要你新北市内一公斤 A4 大小大约100张违规纸类的广告，就可以到各区的清洁队换一份奖励品，前三名还有在管。记者本景凯林英如新北市采访报道。